是花莲场，这个比赛也是今年首度移师到花莲来进行的第一场的赛事。最终呢，富邦悍将以5-0获得胜利，再次给富邦悍将掌声鼓励。而且马上来颁发我们今天的 MVP。7-5拿下8次3振，欢迎掌声，谢谢我们今天到场的球迷。马上来简单的访问一下我们的萝莉。好，萝莉，在今年我们也是第一次移师到我们的花莲来进行比赛，先简单的给我们现场花莲的朋友打声招呼好不好？Thank you.